给大家说个事哦，我们家这个新车又被撞了。是我们撞的别人，不是别人撞的我们。前两天开这辆车出去玩哦，结果在高速上跟人家给撞上了。当时啊，我们全都吓傻了。还好我当时拍下了事故现场，整个后视镜啊就被他撞掉了。我们那时候看了一下哦，车上就是这边被划了两道。还好这一块是有车衣呢。还有这后视镜的外壳也是直接被撞掉了。你看这后视镜到现在还是摇摇晃晃的。那这一边的呢？这边连动都不带动，这就是好的呀。关键最匪夷所思的是什么？我们要停下来处理事故了，结果人家一小油门就跑了。说明人家觉得没多大事就走了呗。可是咱们的后视镜掉了呀。这车才买5个月哦，就已经撞了2次了。还有这下面有一处呢，这个是油里车带我回娘家给撞的。这个也就是车衣撞破嘛，这个倒问题不大。我哥说这300块钱叮咚就没有了。然后这个后视镜哦，包括这个门哦，都是我公公给撞的。罪魁祸首是谁？是他。前车窗贴了2个隐私玻璃膜，结果一天黑啥都看不见。这开车哦，就像瞎子摸黑一样。过两天去修车，我直接把这膜给他全撕了去。你们不是要洗车？要啊，我们就还原一下事故现场。那还原还不得去修？修嘛。买车不要再买黑的，你看鸟屎压的又脏。那不是车的问题，那是鸟为什么要往上面拉？那前阵鸟上梁山拉你身上也行啊。看这内饰的脚垫上面有全都是沙子，还不是天天干的。哎，你前天干这边还有呢，这鼻翼虫自己产的垃圾可不少。前天这两天咳嗽都咳到吐，这几天都忙着照顾他呢。你知道咋回事？这都2个星期啊。这每年的11月份、12月份，我们天天都得感冒。刚好这2个月份都是换季嘛。而且我们天天每次一咳嗽就会咳到吐，然后一吐呢，它就影响到睡觉了。哇，这压力这么大。要不要试一下？不要了吧。你让我也玩一下呗。我来，这是我专门买回来大玩具是吧？哦，那他说大扫除也不方便。你疯了？你这3天不打扫房间碗，是谁3天不打上房间碗？红了没有？红了，红了。我不管，今天这个车你来洗。我洗，我洗。王辉闻到辉哥耳朵的菜被你揪掉，另外一边还没揪呢，要费特你知不知道啊？洗干净一点。这才有个洗车的样子。少爷，下一步是什么？再喷一遍泡沫。哦。少爷，你再让我一个人洗。不忍心可以不？好了，咱们还吃饭呗。奶奶来找我了。没有，再吃到肥料。肥料是吃的吗？不是。这种菜好重。好熏呐，咱们快跑吧。给你找妈妈，你洗的咋黑了？你已经5天没洗啦。洗头发。那身上得洗，身上。洗的冷不冷啊？现在洗澡都需要勇气了，太冷了。快去快去快去换衣服。都流出来了。可爱可爱，爷爷做什么好吃的？好闷，好吃。前两车。嗯，太吃了。那还有好几个月啊，宝贝。我才一个菜，这是荤菜呀、啊，够了。这一个菜里面有好几个菜了，有土豆，有青红椒，有鸡肉，有香菇，大烩菜。哎，香不香啊？很香哦。我不听，你上要干嘛？你干呗。干杯。
他都拉丝了。鸡的味道，我是没看到拉丝。太夸张了，鸡的怎么拉丝？是有弹性还差不多。